我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，带来这一首黄豆，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分享。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小甜甜。嗯，刚才是黄豆，接下来呢，为大家带来一首江蕙自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带来这一首《红灰红灰》。好听的歌曲呢，分享给大家，祝福大家新春里面也愉快。那也谢谢所有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《黄灰黄灰》。